1940年，日本利用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强力推进，英美无暇顾及的机会，加强对国民党实行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同时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的军事讨伐，推进囚笼政策。八路军针锋相对，积极筹划给日军致命一击的百团大战，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战备资源已严重匮乏的日军积极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疯狂地掠夺中国的矿产物资，妄想以此确保他们侵华战争的胜利。日本天皇特派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小藤俊来华，秘密执行向日葵计划。哎呀，我这个商会的会长啊，其实呢就是个摆设，就是个龙套，没有诸位的支持，我董耀宗啊，那是拔鸡毛凑胆子，我能摆多大的谱啊？今天呢，非常荣幸把各位铜矿的矿主和铜商找来，我们商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下面就请朱市长为大家叙事。什么训示不训示啊？下面我要传达新任次长小藤太君的指示。少爷，少爷，您刚才别告诉我爸，先生。诸位，皇军攻克南京后，一路西下。圣战是连连告捷，台儿庄战役马上要打响了，要打大仗，急需大量的炮弹、子弹。小藤太君刚到任就下了死令，让我们这些矿主、矿商想尽一切办法，凑齐一批铜锭，送往兵工厂。谷老板，会还没开完呢，你不能走。哎呀，朱市长，明天呢，我老娘过60大寿，我还有好多帖子没发出去。你敢走，董伯父，明天我在家里等你。好，明天我去。走了，市长。二庄会战目前正处于焦灼阶段，人事战事紧张，军部一天3封加急电报催要铜锭，这是我们向日葵计划的开局之举，可你们现在收效甚微，不得不让我怀疑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怀疑你们对天皇陛下的忠诚。司长，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该收的我们全都收上来了。你看看这些矿，我给你提个醒：大瑶山土矿，他们的矿石开采量每天应该是500。你这里记录的却是300吨，还有200吨去哪儿了？每天少交200吨矿石炼成的铜锭该是多少？你算算，难道你没有长脑子吗？到底去哪儿了？次长，我现在就带着我的新兵队去交了大药山。矿主我知道，叫古振堂。古振堂。对火龙沟不可轻举妄动，对那个古振堂更不可打草惊蛇。朱市长，对不起，对不起啊！怎么回事？下逐客令啊！
这烟是哪儿来的？我看你是故意的，你董耀宗反了。没，你借我八个摊，我也不敢。可能是我家奶奶烟道的。我说老孙，哎，老孙呢？老孙，好了好了啊，别叫了。这帮人怎么回事？我吐沫星子撒了地，你说没有一个吭气的。烂了这！你跟他们说啊，让他们限期把铜锭交上来。如果私藏不交，按军法论处。这是我和朱师长，别生气，别生气啊！朱师长，别生气嘛。我跟他们好好说，不是说说，是必须要办。你跟他们说，只要想留着吃饭的家伙，谁就相识点。别学古任堂，有两个臭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那是那。日本人可谁都不惯着。啊，对了，你们麻利点，10点钟庆典大会就开始了，别耽误了。怎么可能？换台，老孙，哎，老爷，老爷，海文呢？少爷得出去半天了。这个孽障！哎，看到了吧？朱市长可是生气走的。话放到这儿了，什么就是铜锭，不卖也得卖。董会长，这铜锭它可是俏货啊，咱们都是搞经销的，谁家它能存多少啊？哎，倒是这帮铜矿矿主，他们可攒了不少的老底子。就说这个大瑶山这个古镇堂吧，他就把这铜锭给藏山上去了。哎，打住，别瞎说。董会长和古镇堂家是几代世交，你去找找他，让他把私藏的铜锭都拿出来，啊，省得大伙儿去凑份子了。哎，对，你的儿子不是和古矿主的妹妹古小凤不是娃娃亲吗？哎，我说你们损不损？你们损不损？行了，算了，今天咱不议了，好不好？谁要耽误日本的庆典，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呀。行了，走吧。诸位，既然这样，王某人先告辞了。不送。走。你们慢走，慢走。哎，我老孙，哎，老爷，要不要备车？废话，不备车我走去啊。哎，你好。成立景阳街26号203室，东西已经提前放进去了。小藤俊，46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采矿系教授。他的以战养战的论点受到日本内阁的赏识，这次派他到桐江来担任次长，目的是为了执行一项代号为向日葵的计划。向日葵计划？对。具体的内容就是掠夺我华北平原的矿产资源，为侵略战争提供战备保障。济南刚刚失守，在鲁南的台儿庄一带，李宗仁将军已经摆下战场，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桐江特委对这次的暗杀任务高度重视，冰山指示你们小组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暗杀成功，把向日葵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好的。啊，等一下。你和赵思琴同志的结婚申请得到批准了，这是冰山同志让我转交给你们的喜糖，里面藏有钥匙。啊，冰山同志还好吧？很好，他说等任务完成了，他一定要来喝你们的喜酒。好的，再见。嗯。把他们装起来。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这有正宗大理丸，吃了就可以跟我师傅一样身强力壮，刀枪不入啊！后窗跳出去，你先走。我不走。你不走，谁也走不了。要走一起走。听话。联络点和联络暗号都在上面，拿好了，一定要完成任务，杀死小将军。我会找你的，快走。我会等你的。庆典10点就开始了，等等等。
发现的地下党联络点，林木群，那么今天的行动会不会跟这次庆典活动有关系？庆典很快就要开始，没有什么重大事。 这是送您的，正宗的东洋货，您收着。董少爷，哎，没事儿，这有瞎逛的。快走吧，这已经戒严了。刘叔啊，您能让我进去看看吗？你没瞅这阵势，啊，还是回家猫去，啊。哎呀，您就让我进去凑凑热闹嘛。凑热闹别地儿凑去，这儿不行。 刘叔，我就跟您说实话吧。其实刚才进去送服装那姑娘是我同学，我找她好久了，就是，哎，你懂的。这个机会要是错过了，万一我以后找不到媳妇儿，我爹也饶不了您啊。就，同意了，谢谢刘叔。哎哎哎！ 你怎么才来？有尾巴，晒掉了。老方呢？你来弄。老方呢？我说了，你来弄。这定时装置是老方设计的，我只做过开矿的爆破。再说这炸药量不够啊。炸药量不够，炸死小东西你一个人总够了吧？你怎么了？是不是老方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按照计划，你是第二道方案，怎么弄你也演习过，别耽误时间了。 醒醒！怎么又是你？你跟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临江路253号市府大院。好家伙，韦市长朱明远就住那儿，住那儿的全是大汉奸。哎哎哎，别，这四七，是我呀！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东海文，同江中学。 我比你低一个年级，我们是同学。哎，我们是朋友，我跟他认识。哎，对了，你读书的时候那些纸条，都是我写给你的。后来你退学了，我一直在找你，没想到今天能碰到你。刚才我还不相信，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你跟那个男的。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事跟他无关。他认识。
还跟着你和老方，不干掉他，迟早都成祸害。你等等，把他交给我，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没时间了，快呀！谢谢。问问你在装炸弹？你这样想不了。你怎么知道想不了？你这个炸弹定时装置的线头都接反了，而且 A 线和 B 线线头不能串联，一旦串联了就容……听不懂吧？哎，别别别！但我知道你们要炸日本人，我可以帮助你们，真的。我大学学的是矿业，开矿爆破是我的主修课。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命都在你手上，我能撒谎吗？好，你来。几点？几点？啊，十点。好了，你放心吧。如果炸不了，我也对不起刚才那位死去的先生。老方牺牲了，四姐，这是真的吗？让开，把花篮递给我。千里路远，积水不穿的。什么时候走啊？石林中炸弹一爆炸，肯定会一片混乱，到时候尘埃会分不出去。总是你搞的鬼吧，爹，你不能去，您真的不能去，爹。我让你上日本去留学，让你好好学习，让你大展宏图。你呢，老爷？老爷，你呢？老爷，老爷，老爷，别打，老爷，老爷，别打了，别打，别打了，你们一群败家，我打吧。老爷，老爷，董家只有一根独苗啊，董家香火还得靠他续呢，续香火。跟谁续香火呀？啊，跟他呀！亲，我早就跟你定了，谷家大小姐到现在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你是我儿子吗？哎，老爷，爹，时候不早了，家里的话咱们回来再说吧。哎，不，爹，您不能去。行，您不是说我不去见谷家大小姐吗？我这就去，我去还不行吗？我，你小子跟我来这一套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心眼想的什么吗？你是不想让我参加日本的庆典？目的是一个，怕别人说你爹是汉奸。爹不是，你真的不能去，我求求你。哎呀，你说我这个会当当的啊，
手指头插墨眼里，插插不进去，拔拔不出来呀、啊。去也罢，不去也罢，反正我这会长是汉奸的名头。走，不，爹，你滚，滚！老爷，您慢点。走，走。不行，不行，不行！爹。少爷，少爷，爹，爹。汉奸就炸死谁，干得好，太解气了。易生雷就是个大英雄。哎，你们说谁呢？易生雷。易生雷。妹，回家去。哥，我回家去。八哥，该死的中国人！队长，封城了吗？所有的城门都封了，我敢肯定，他们现在还在城里。你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是是是是。Thank you.
说这是大飞侠以圣雷干的，街上都传神了，听说他来无影去无踪，谁干坏事多就专门炸死他。该这些汉奸平时骑在咱们头上，就该有人制止他们。你们不要命了？知道什么叫莫谈故事吗？干活。司长先生，我很遗憾，朱市长他，我们已经尽力了。阻挡他是为我而死的，他们准备袭击的目标应该是我。はい。式典の列席者名簿の中から式典に参加してなかった人間を洗い出せ。はい。你个孽障，城里硝烟四起，你敢说跟你没关系吗？这些人都什么东西？嗯，我不知道，不让你跟掺和。赶紧收拾东西，明天跟我去火龙沟祝贺去。啊，古老太太六十大寿，再说了你也答应看人家古家大小姐，两家见面就此把这个婚事提了。我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告诉你，四个城门现在全部戒严了，就算你浑身是翅膀，你也飞不出去。他们要把你供出来，咱董家可就彻底完了。完了就完了吧，总比现在强。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我不喜欢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我是汉奸的儿子。住嘴！我告诉你，别人可以说我是汉奸，唯独你不能。要想别人不说，自己就别做。你，亮队，队，花给我呀！花给我呀！花给我！花给我！花给我呀！花给我呀！花给我！你的枪是烧火的吗？对不起。天皇陛下！
我们身上有炸药的味道，这么跑迟早会被抓到的。我们的目标太大，必须分两队出城。 现在不是歇的时候，没事儿，他们刚刚搜查过这儿，暂时不会回来的。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逃出去。现在只有一个法子，我们马上去找董海文。啊，那个汉奸的儿子？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他们家里躲一躲。他会出卖我们的。他也有参与，如果我们被抓的话，他一定也没有好处的。不行，他们家这儿住的可都是汉奸，太危险了。 岳飞现在地方就越安全，快，快走！是，请将军阁下放心，我一定尽全力追查凶手，力争尽快的破案。报告，次长，您找我。 黑幕，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普天之下，要在天皇陛下的统一之下，结为一体，这是大东亚共存共荣的基本国策纲要。看来你还不明白，你来听一听。 现在满城枪声不断，闹的是人心惶惶。你在干什么？次长，是我的人先被他们杀了。那么他们要炸的人是我，我就该把全师的人都杀光吗？ 把子弹拿出来，你把剧院工人家属和邻居都杀死了。